怎么样，帅不帅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星悦。今天我作为一个美国人，要在中国拍美式照片，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好神奇。我们小时候就是刚开学的时候，我们会拍一种类似于证件照，然后会放在我们纪念册里面。然后最近在刷某某书的时候，我发现这种照片火了，而且还有专门拍这种照片的照相馆，所以我们去看看喽。应该是这里挑衣服，你们觉得选哪一套更好看？我觉得要么甜的，要么酷的。帅气吗？今天就走一个帅气的风格。这个算不算欧美妆？还不算吧。我腮红就稍微给你加重一些啊。行，听你们的，怎么美式怎么来。你本来就很美式呀。哎呀，还好啦。应该是2023年目前为止我画过最浓的妆容，就是头发有个帅。头，妈呀！你再不会怎么说？你是中国人，虽然你画的是美式，但你还姓中国人。帅，对，一个帅，是这样吗？帅，你再画点雀斑，因为众所周知，雀斑很美式。北京人叫这个雀斑叫小敲子，小敲子配个帅，咱这主打一个老北京。哦不不不，美式，怎么样？美不美式？穿坐在这里。你的鞋少了，应该不会拍到鞋吗？对，我们拍是拍不到鞋的，他这个肯定是拍到鞋了。没事，这自己可以打码吗？好，好，下巴收一点，不要太多。对对对对，一二三，好。不酷，还得接着笑。栓Q。对，嘴角不要用力，一用力就笑。对，一会儿也可以试一下，活泼一点，小开心的也可以试一下。对，主要是以酷的为主是吧？更喜欢。这是笑还是不笑？搞怪的表现可以试一下。好，可以从这边走，这边嘴有点坏笑的感觉，点点点，稍微有点邪恶的感觉。好，可以，好，不看我，左右看一眼。怎么样？美不美式？还感应出来了？哇哦！